演戏是徐海乔从未动摇过的事业。从新版《红楼梦》里的柳湘莲，到《花千骨》中的孟玄朗，再到《醉玲珑》里的双面皇子袁湛，从电视到电影，从古装到现代，徐海乔一直在跨越设定，跨越观众对他的认知。橘子君独家福利，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，直接有了发送徐海乔，查看明星独家新闻，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，快关注起来吧。就像他自己在访谈中说的那样，我的人设是不可描述。近期热播的周更综艺《我家那小子》带我们走进了另一个海乔，有多少人是从《我家那小子》粉上海乔的呢？没想到海乔是看到女生会害羞的类型啊，节目中的这个大男孩真的很会照顾人，很暖心了。除了被性格圈粉，海乔的穿衣品味也是实力满分。可盐和甜的海乔小哥哥私底下酷爱各种潮牌，来通过海乔的几组机场 look 里感受一下我们酷乔吧。身穿 Balenciaga 阔色白 T， 搭配配料黄色长袜和 Vans 运动鞋，白黑经典等天衣抹晃，清清爽爽。乔乔身穿 Supreme Diamonds 黑 T， 搭配 Vitamins 棒球帽，舒适又运动，快来 get 一下同款吧。结束了吗？并没有，我们的双面 icon 乔乔甜甜的一面来了。乔乔最近刚刚结束塞舌尔的旅行，一组塞舌尔的映照我们来感受下。身穿 random event 动物涂鸦套装，是很适合沙滩浏览的一套，和小哥哥的中分发型也是炒鸡呆，这套 look 很适合乔乔。甜酷甜酷的伴随乔乔一起旅行的还有惠普小印 plus 口袋照片打印机，乔乔手中的这个小家伙就是他了。作为一款照片打印机，颜值竟然也很高，拿在手中和乔乔本身酷帅阳光的气质相得益彰。而且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福利彩蛋，这次乔乔的塞舌尔之旅会用惠普小印 plus 给海宝们送超大的惊喜。身穿 longchamp 字母白 T， 搭配 Pedro 腰包和一朵小花，这是什么小可爱。还有腰包这两年真的火，简约白 T 搭配腰包，实用又时尚。马克一下，萨舍尔阳光充足，乔乔拍摄期间一天下来了也几乎没有脱妆。小编注意到乔乔时刻保持肌肤水亮无瑕的机密神秘 DL 粉底液，这款粉底液保湿瑕持妆效果都很优秀，拍摄一天到了晚上依旧保持着无瑕妆容。而且这款粉底液自带防晒值 SPF30PA++， 也能满足日常基本的防晒所需。 VDL 还有一款人气明星产品贝克提亮液，可以当妆前乳，也可当局部高光使用，提亮肤色。分享乔乔使用时的一个小秘诀， VDL 粉底液 AMP 贝克提亮液 1:1 混合使用，妆容会更透亮持久哦。这组 look 是温柔的，身穿蓝体波纹休闲裤，搭配 Cough in Vain 耳饰，乔乔把汪洋披在身上，洒脱又温柔。 Cough in Vain 和耳饰价格很亲民，是街土群众们的福音。最后一句，海乔和他的塞舌尔之旅正片即将来袭，你期待吗？橘子君独家福利，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，直接有了发送徐海乔，查看明星独家新闻，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，快关注起来吧。